是谁收你们可以用我的肖像权的？神医啊呢？我要告他！你告我什么？你侵犯我的肖像权。门外的记者非常多，你现在就可以去。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？两倍，还是三倍？ 有人中间挖你是好事，说明我的眼光很正确。但是你临时缺席，这就有点不入流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你听不懂，但是你看得懂。你没有想到少了你这场秀一样可以成功。现在你的行动失败，对方还会付你钱吗？ 要是你现在回来恶人先告状，说我侵犯你的肖像权，欧阳希子小姐，请你搞清楚，在合同正式解约之前 ，Alice 有权使用你的任何肖像。你是一个聪明人，我给你机会，但你最好不要背叛我第二次。 沈伊恩小姐和秦野设计师，你们在大学里面就是同学 ，ALC 也是你们一手创立的品牌。他能走到今天，请问你们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吗？嗯，沈小姐既是我的工作伙伴，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ALC 能走到今天，她功不可没。如果没有她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也不会有这样的自信站在这里。所以我想说的是。 我也想说，谢谢。同时，我也想要谢谢欧阳希子小姐。其实呢，刚才我所说的那些灵感，都是欧阳希子小姐提出来的，而我只是一个执行者。 当初我在跟沈总，还有秦总监提到这件想法的时候，我只是在班门弄斧而已。没有想到获得你这么大的赏识，而且还完成的如此美妙。不要说声谢谢，谢谢沈总的支持，那谢谢你沈总。 希子小姐，你太客气了。接下来我们会和欧阳希子小姐有一系列的合作，她会成为我们公司下一季的代言人，也会亲自为我们公司设计下一季的新款服饰。我相信，我们一定会合作的非常愉快。一定。这场秀非常特别。
我也听闻贵公司的下一个动作是要收购时尚名企 Desires， 请问沈总传言是否属实？其实走向国际呢，是我们公司一直要前进的方向，所以我们一直都在不懈的努力。那 Desires 又是法国老牌的时装公司，我们期待能够和 Desires 有进一步深入的合作。最后可以请三位合张影吗？